浑水来的真知道，美国黄莺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位公主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位小孩公主。今天我们是要来野餐。野餐，餐需要什么东西？需要一个毯子，不然就会很吃湿的。把毯子给铺出来。好的。我的厉害！哎呀，我被风吹走了！你不要跟毯子一起飞走了。我好大，电子飞走了，我就不用眼睛了。还有一个东西，毕卡索录音组20件。哇，这个有一个瓶子哎，好像当兵在用的。哦，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有灯，这晚上夜游的时候可以使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你看，哇，连无线电都有。哇，怎么了？眼镜呢？我下来看看。Hello， 这副眼镜还蛮帅的，真的能看呢。这是一个。你好。你看，是他帮我准备不能吃的食物哎。肥皂吗？应该是肉。手表。而且上面还有时间呢，这些都是可以用的。哇，你看，好像便当盒了。便当盒。这是包便当的。这是医药箱吧？里面可以放配方。你先来一个锅子。锅子里面有肉哎，这里是好吃的。我们就用手拿。有，还有生鱼片哦。等下能吃吗？啊！要掉掉掉掉了！好的，你要赶快进去。加料吗？我在加，我在发现挖土，挖土，这还是小兔子哦。挖土，你这样会挖到地球的另一边呢。你看两种用法的，还有两个。哦，还有叉子和这个钩子哎。这个可以折叠的吗？喂，你看出乎了，啪！哇，应该是这里。好精致哦。而且可以装电池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手电筒，而且还附指南针，就不会迷路了。好多刀，都启动好了没？大家慢慢开火，我们现在煮菜吧。变魔术了，变魔术了！好大！发生什么事？突然被帐篷给罩住了。哎呀，你把我罩住了！怎么变成狗屋了？来，打开，翻开来。哇，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哇，这边有一个出口哎。野狼来了，外送来了。有人点了餐点吗？有人点了餐点吗？你要不要买餐？我去玩水陆滑板车好不好？好，收一收吧。好，变魔术哦。哦，这样子。我今天玩。耶！今天玩了，别玩了，好不好？会留下垃圾？没有。Go！你看，你看，有一座山哎。小巴美是太平洋吗？怎么看都是太平洋吧。爬山需要什么配备？这个，这个就很亮了。来，拿着。手电筒。遇到危险可以吹。哦。对话器吧。现在这么迷路还可以对话。那我们就带了这个好不好？带这个就可以了。我们测验一下它的空间距离有多长。好，我先上去喽。好。我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听得到。我们要有要保护你。我们到了。听得到。我们要有要保护。他们跑进到我们家吧。我们已经确定你太平了，听得到吗？我还听得到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干嘛？我听到了，那我听到了。爱你们，我也爱你。天上飞公主。哇，你们看，好美啊，对不对？夕阳好漂亮哦。看草哎。为什么你要看草？看天空吧，我们都到这么高了。你好玩吗？好玩。你们这么好玩。我要去炸什么？我们车子在哪里啊？它在某一个地方就对了。我变整个停车场就会找到你。